Hello， 我是 Christy。今次得獎很多謝 Wedding Magazine 同埋客人一直以嚟嘅支持。我睇翻佢哋嗰個本身佢俾我嘅感覺咯，佢性格啊，咁其實我自己係想化到啲新娘係比較温柔啲，就唔好咁惡啊，因為嗰日係會面對好多人啦。咁同埋我自己係想化到佢哋係好温柔啊。跟住咁啲妝感出嚟咧，中意呢種妝感嘅客人咧就會去揾我咁樣。一路以嚟化嘅嗰個妝感啊，或者風格都係唔係比較利落嘅嗰啲咯，即係好似 Taylor Made 咁樣，會因應翻佢哋嘅性格啦、氣質啊而設計佢哋中意嘅妝容同埋髮型。我覺得在大日子之前咧，就會係可以去教佢哋點樣去護膚啦，點樣去做一啲 prepare 嘅功夫啦，令到big day 嗰日咧係會比較順利啲，同埋我自己化妝啊、set 頭方面咧都會更加得心應手。咁喺大日子嗰日咧，可能咧就會係做一個可以幫佢緩解情緒嘅角色啦。咁可能嗰日咧就會好 rush 啊，有好多突發的事情發生，可能我在隔離即係憑住個經驗啊，可以話到俾佢聽，可以點樣去解決啊，令到佢哋係平復翻個情緒咁樣咯。